他说看我进不场，不下场了。外头是不是在唱戏啦？那是肯定，那是肯定的。这边就是短戏了嘛，等于说。你是要把它分开了吗？是不分开的？啥子分开不分？分六十个，我就没分，我就全部。不分了，我觉得儿子分了我的头发。太惨，输了还输。说谁多？就是，让多把剑给我。非要把它软化出来。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难看的嘛，还是可以吧。其实主要是太巧，主要是看你什么看习惯，因为从来没剪过。那年子女伯伯住院那一次，我就剪了一个，但没得这么短哈，那个就刚好就配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那一次也是他们又闹啊闹凶，闹到那一次。我又没打理，就我们开始剪了都说好看，后头大家都说哎，你剪了短头发还是好看。后头他一直鼓励我去再去剪短，他说了不起，三次剪短的，咋咋子？大姐，这去年都还在都在那儿都在那儿闹，一样，哎，又买买起来起啥作用？你看他穿那些好，这边是跟他穿的，长点点，哦，你们说嘛？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嘛。嗯洗一下。洗啥啊？啊。我有老师的。你嘛？长柄儿，你认得到不？认得啊。啊？邓长柄。邓长柄的姐姐。姐的姐姐是。我也有一个。真好洗，慢点儿太慢了。那女娃娃得比男娃娃狠。小姐，嗯，有吗？有。